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诗书画中的家树美木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特别的植物——芭蕉。芭蕉在春夏秋三季都是绿色的，大大的叶片舒卷有致，肥绿圆润，风起时片片摇曳，雨来时叶叶低垂，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实用性，难怪文人墨客都对它青睐有加。记忆里的芭蕉和雨总是一起出现，雨打芭蕉的美深入人心，每当提起江南小院的别样风情就呈现在了眼前。中国古人早早就参透了芭蕉的神韵，也使得芭蕉成为了诗词画作里的常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欣赏一阙关于芭蕉的词。一剪梅，舟过吴江，南宋蒋捷。一片春愁待酒浇，江上舟摇，楼上帘招。秋娘渡与太娘桥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何日归家洗客袍，银字生条，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刚刚我们朗读的是南宋词人蒋捷的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，这阙词是作者离乡漫游时所作。词的上阙白描写景，景中带情。一片春愁待酒浇，江上舟摇，楼上帘招。开篇从愁讲起，按照古代文人墨客的规矩，是需要酒来浇愁的。愁从哪里来的呢？船在江上摇摇晃晃，孤身在舟上漂泊，身边没有酒，就只能带酒浇了。酒到哪里去找呢？岸上的酒旗随风摇曳，像是在招揽客人。秋娘渡与太娘桥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但是船没有靠岸停下来，不一会儿就穿过了秋娘渡，摇到了太娘桥。暮春江南正是梅雨季节，绵绵不断的潇潇细雨就这样落在了船上。下阙正面写情，情中有景，用何日设问。风雨浸湿了衣服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，把这身沾满了雨渍的衣衫换洗干净呢？想到以前在家里调声焚香，欣赏无限春光，银字生，心字香，用银丝装饰的生，心字形的香，可见作者曾经优渥闲适的生活环境，和如今羁旅他乡的境况相对比，就更加思念家乡了。过去的时光多美好啊，流光似水，又是一年。作者感叹着时光易逝，却并不沉痛，只是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的轻微叹息。相信很多人都对这阙词的最后一句很熟，红与绿的色彩对应，从视觉上对流光容易把人抛加以补充，把抽象的时光流逝转化成具象的物。在宋代诗词中，芭蕉还常常与竹、荷花等一起吟咏，芭蕉也获得了相应的人格象征。除此之外，蕉石相配也是常见的景观，一静一动，一刚一柔，静穆而又充满禅趣。大
美实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芭蕉之美，最美在叶子。《红楼梦》中探春就自称蕉下客，闲坐蕉叶下，不仅具有诗情，更有画意。在古代人物画中，芭蕉侍女是较为常见的题材，描绘的多是蕉叶下的情致，蕉音映衬着的美人更显典雅脱俗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清代画家沙馥的《芭蕉侍女图》。这幅画的构图简洁，描绘了一池碧波旁，女子手持着花枝，站在芭蕉树巨大的叶片下，闻香自醉。身后不仅有硕大遮阴的芭蕉，还有浮萍点点。女子高耸的发髻用浓淡墨反复晕染，然后用重墨绘出根根发丝，用线与面结合的技法表现出女子头发的浓密及发质的柔顺。画家用不着痕迹的浅红色晕染侍女的面部，突出了人物肌肤光滑细嫩的质感和五官结构的明暗变化。画家再用圆镜方折的线条表现出侍女的清秀纤细，抓住人物的眼神、手势等细节来突出侍女的姿态和内心活动。女子眉目间流露出矜持凄凉的怨情，与晚清画家在侍女画创作上追求的清疏静逸相符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背景中的芭蕉刻画工细，蕉叶似展还卷，正如李清照《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情》里婉转百结的感情。另一侧的浮萍采用了不同的技法画出来，以淡彩点染，可见画家的娴熟功力。同时呢，这样虚实结合的画法还起到了以景造势的作用。实景的芭蕉本身是一片浓绿，画家呢却故意用浅色色的方式进行呈现，也是为了与侍女的清雅气质相配合。虚景的浮萍使画面有了纵深感，留给人们丰富的遐想空间。芭蕉的卷叶像是少女暗藏的芳心，浓翠欲滴；盛开的蕉花像是一片红霞，火红热烈。用芭蕉造镜，庭院有了画意；用蕉叶题诗，极具文人雅趣。雨打芭蕉，徒增了愁绪；一夜新生，老叶才落，佛心禅意尽显。院里的芭蕉自顾自长着，蓬勃成了一簇绿云，在蕉荫下品茗读书，炎炎酷暑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耐了。